比如说求婚时给女友下跪是否会折寿呢？求婚时给女友下跪实际上折寿是不会，明白吗？实际上就是人家说只要一下跪你就帮他背了很多东西了，所以为什么男的一下跪女的就说啊算了我嫁给你了，好了你不是上他当了，你去看好了，跪的跪的跪了嘛，你帮他受不受报了，他很多缺点你都包容了呀，所以到后来嘛吵架嘛闹起来打起来嘛就是他一跪嘛你都帮他包容了，实际上你就帮他等于帮他背了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嗯，一跪了一跪，现在男人跪之前的值几毛钱的，我告诉你，嗯。嗯。好了。所以这样子也是不好，对吗？对。对的，这样子也是不好的。你就跟他说，你不要下跪，你以后对我好一点就可以了。多念经就好了。嘿嘿嘿嘿。哎。还有一个是 OK， 还有一个是。